哇，刚才板面神啊！木拼图，哇，这个拼图也是神啊！水珠有点多，开个这个好了。哦，这只血蛮多的哦，这只要用力转哦，哦，用力转起来啊，15木嘛，没问题啦。接下来水火木，艾莉亚。接下来王冠的话，我看一下，王冠的话应该是第一条血先开孙尚香，第一条血先开孙尚香。先开小杰加孙尚香。然后第二条血齁，开真田幸村加艾莉亚。OK， 这个真伤是满的。看一下分数吧。这应该没办法 SS， 因为平均 combo 数不够高，然后追打又拖台前，所以我觉得是不可能 SS 的。S 好 S 72650，也可以奖赏全拿了。